现在要进行植发了，然后想要先看一下植发前我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我的额头长怎么样，是这样子的。现在预计的发际先要做到这里，然后会渐层点到前面来，然后因为我这边有猫咪脚，想要把它补满，这样子。所以今天听说就是这样的手术的时间算蛮长的，因为要先取发，等一下要绑头发，绑取后面的头发，但是取完头发呢是可以绑马尾看不出来的，然后等于说上午先取发，现在是大概九点多，然后我们取发之后呢，大概那个毛囊呢需要处理一下，然后下午进行植发这样子。看到就是医院现在就是医生在后面，护士在旁边 stand by， 然后就是等一下要进行绑头发了，有点紧张。OK， 等一下见喽。现在就是在进行绑头发的部分，然后就是要绑出等一下要取发的位置。现在在剃头发了，脖子痒痒的。取发的手术完成了，然后现在已经是十一点，快十二点了，大约，我们从9:50到11:50，对，差不多2个小时的取发。OK， 等一下，中午吃个便当，下午继续就开始真正的植发。最后再看一下我这个发际线，这样子。OK， 等一下见喽。
区的部分。终于被踢成清朝人了。饭团，今天超到的是沈燕婷医生。要打麻醉，现在就是在植发中，现在我的额头已经没有感觉了。
来，我们头回正。好。眉头的部分，所以眉头需要打麻药吗？哇，眉头的部分已经植发完成了。所以擦的时候它还是会掉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哦。没有，刚有一根，帮我转一下。所以要把它再插回去。塞好。好可怕，我回去不敢洗它。一年不洗头的。太宝贝了。是不用这样。太宝贝。所以我就一直戴帽子。所以是各装四根还是？对，那都四个。嗯，这以后要修哦。嗯，因为它会长长。好的。现在植发完毕，植发完毕。现在的额头呢是充满。自己绑就看不太到。对，没关系，不要绑好了，还是一定要绑。绑一次好了，因为你有藏一块纱布在中间。哦，藏起来，因为我的那个帽子是渔夫帽。还是要绑一下，我们绑低低的就好，哦、不然那纱布会掉。哦，那纱布没有粘，对，就是这样包起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看不清吗？好啊。那上面会盖纱布吗？也是会粘吗？对，前面就会粘。OK， 这个就可以了。然后后面不需要粘。后面不用。
那我就是要绑到去见你，是不是？对 ，OK。可能还是约明天吧。明天吗？对。哦，好啊。晚点再跟你确认时间。好的，好的。所以不用帮他挂号。不用，不用。也是这边吗？没有，是台北。哦，台北好。你应该等一下就回去吧。应该是。对嘛？哦，那就明天就在台北看就好。嗯，好啊。高雄，这美了。你要长的还是短的？就两块。这样。哇哦。然后这个是直的眉毛，大概有眉头各四根，左右眉头各四根。就这样，帽子就戴下去。好的，过的时候就稍微小心。好的，好的。出反应。后面要帮我拍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现在戴了这个帽子，为什么还是看到这个纱布？藏不起来，我等一下再重戴一次。